了让你听见我的话，有时候变得纤细。微风吹起鳝鱼的冰裂，鲜活陶醉的青瓷在我手中柔软的如同你的皮肤，它溢出了我的鲜活，由你完全充满，完全充满。接着说呀！啊！哎，老陈，你先上。好好好，有请啊！来，接一下，老段。怎么坏了？放轻呗，工笔画，透的秀气。哦，那还真是个好东西。哎，老先生，您明白这个？这是个女的画的吗？哎，老爷子，这是那女的画的吗？别人的东西不许动，这点道理都不知道。您冤枉我，我这看半天了，我怕别人给他摔了。哎，老爷子，是他画的吗？周姨。哎，老熟人张医生。你好。他们都说你的瓶画的不错。是啊，刚才那老先生特别懂行，也说你画的很好。哦，现在说好了啊。上回周一病倒的车厢里头让你过去看看，你说什么？嗯，我是兽医。是你吗？可是我当时说的是实话，要真给人看出点毛病怎么办？早知道这样我不敢上当兽医了，我做我的人医多好啊。哎，这是你画的吗？嗯，好啊，真是不错。以前画的。哦，以前画的，好啊。哎，这是官窑还是民窑啊？你是真不懂啊，还是开玩笑？什么官窑民窑？我是真不懂。不过呢，看你这花瓶呢，还是能看出点东西来。什么东西啊？画的时候心情很好。嗯。哎呀，小的时候画的，好像正在谈恋爱，初恋吧。你这人挺爱多问的。哎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对这个花瓶特别感兴趣。哎，卖吗？我觉得你可能是送给你男朋友的吧。嗯，对啊。哦，怎么了？我觉得不妥呀。你想想，画给以前的送给现在的，嗯，不好不好。我给你个建议，你再画一个，把这个卖我行吗？不卖。啊。你千万别那么早的决定，真的，你好好想想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不卖。哎哎，商量商量，无非呢就是两个选择：一呢，你现在不是什么名家，瓶呢又画得不错，要是卖不出去呢，就等于什么都不是啊；二呢，你卖我，哎，它不一样，它有价值了。还有一个选择，想知道吗？什么？哎。谢谢。您好。
我和陈青同住在一个城市，我们都住在一条临江的街上，门前都有一些古老的台阶。我相信我们曾经擦肩而过，陈青却因为一次出差认识了远在三明的周瑜，一个在瓷器上画画的女人。在梦中看见你，犹如一团流动的水汽，你不经意的舞蹈逐渐的淹没了我，淹没了夜晚，淹没了你自己。是你吧？坐火车来了。嗯。你没想到我会把包给你送回来的。从三明到重阳实在太远。给我的。那次见面以后，我每天给你写了一首诗。叫什么名儿？周瑜。我叫陈青。我知道。为了让你听见我的话，有时候变得，有时候变得。那是个成长在铁路边上的女孩，她将因为一首诗爱上陈青。成双成对了，怎么样？这会儿啊，把什么都成。Thank you.
重阳。不对吗？你不对就是不对吗？你不想搬宅也不行，是不是？哎，老陈，你先上，有劲儿写了，来，见一下老哥。让我进去。哦，请进。这么多书啊？这是个旧书库。你在干嘛？啊？如果不用餐，请到车厢里坐吧。哦，那是我的客人。哦，看见你好几回了。嗯，你有点像我爸。我有那么老吗？差不多吧。他往哪趟车？他早就退休了。哦，我看你一周跑两次重阳，搞供销啊。不是，只有跑供销的人才能这么跑，一周两趟重阳，一般人受不了。我喜欢在火车上就跟在家一样，跑来跑去总觉得会发生点什么。那你到重阳去干什么呀？去看我爱人。
同志，别忘了你的诗，我的仙狐陈青。我早知道了。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啊？才一小篇嘛。什么一小篇？你看，他溢出了我的仙狐，永远完全充满，完全充满。陈青，嗯，真的是你写的？我出陈青啊。干嘛？用尽世界的爱情也不够弥补我们分离的忧伤，把泪水留给自己，如我烧时，你也将寂静无声音可听。我想了解陈青，只能通过他的诗。他像一个梦中的影子，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他也从不说他的过去。可是，他留给我的，只有他的过去。喂，你干嘛买这个也不告诉我？你写的诗可以马上传给我，我可以第一个去看。怎么，你不喜欢啊？不喜欢。喂，喂，你加班到什么时候？现在还不知道。那我不等你了。你要上哪儿？你别管了。周瑜啊，嗯，你喜欢我诗呢，还喜欢我人？喜欢诗人。
陈青。嗯。想没想到将来？没有，没想。现在不挺好吗？图书馆有书看，也没人打扰。那我呢？还有你，陈青，你告诉我，我是不是打搅你了？我没这个意思啊。周瑜啊，我话里没这个意思啊，我说的真的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周瑜，哎。谢谢你们请我了，有心了，真是大开眼界。你们的事儿我可尽力了。陈先生诗写得不错，不过说实话，你现在还没什么名气，诗出了也没人买。出诗集啊，不像上报纸那么简单。哎，你愿意吃点东西？不过还有一种办法，走自费出书这条路，钱你们去凑，出版社那边呢由我去跑，怎么样？那得多少钱啊？恐怕得花点。哦，快吃吧。来来来，我敬你们一杯。那边有人晕倒了啊，跟我过去看看好吗？哎，别，人不归我管，我是兽医，你又不是不知道啊，只看动物不看人的。哎呀，跟我过去看看。啊，不，呼56632，我留言，病好了没？身体不好就不要再跑了，反正我这边工作也挺忙，请保重，再联系吧。你喜欢我诗呢，还喜欢我人？哎，坐好了啊！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你小子把好好的个瓶给摔了。不是我摔的，我是要买呀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这些钱够不够陪你花瓶了。找烟的吧，在我这儿呢。刚才你落在桌子上了，我给你拿过来了。
花瓶是我自己摔的，跟你没关系。你真是够有性格的，刚才吓了我一跳啊。这是想去哪儿啊？躲你呗。哎，麻烦一下，最近到哪儿啊？天湖站。多少钱一张啊？3.5块。两张。哎呦，还有半个小时回去的车才能来呢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去鸟天湖。我说你还真去啊？那不过就是个站名，有没有什么仙湖难说着呢。我求求你了，天下这么大雨，咱们改天再找行吗？这首诗里面真的有一个很美的仙湖，我们找的不对。我们找的很对呀、啊、这不是仙湖吗？这多好啊，仙湖啊，咱们快走行吗？别误了火车，猪等着我配种呢，好吗？这首诗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，他把我比作仙湖，他不会骗我的。啊，我看。我的仙湖，作者陈青。为了让你听见我的话，有时候变得纤细，微风吹起鳝鱼的冰裂，仙湖陶醉的青瓷在我的手中柔软的如同你的皮肤。月呢都有圆有缺，湖当然也有枯有满了。你这样太情绪化了。你就记住，心里有就是有，心里没有就是真没有。你看，就像我们今天到这儿找仙湖，就说明我们心里有啊，真看见仙湖了。谁跟你我们的？我又没逼着你跟我来。你看，你看，我又表错情了不是？哎呀，今天都怪我，都怪我，行了吧？拿来吧。行吧。你不要陪我画屏吗？走吧，上车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？谢谢你啊，张寿一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丢钱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
那你找什么呢？溜达溜达。哎，老爷子，看见周瑜了吗？啊，你找他干什么？啊，哎，你是不是看上他了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可别打他主意，人家现在正爱得死去活来呢。再说，人家是良家妇女。哎，老爷子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找的就是良家妇女啊。我去过仙湖了。嗯，闹仙湖。你诗里写的。真的？那你说说，那个仙湖怎么样？很美。周瑜，陈青，看什么书呢？啊，我这书没什么意思，都是兽医的书。你上次说那话挺有意思的。什么？我又说什么了？心里有就有，心里没有就没有了。哦，嗨，那句话，我就是随便一说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，就像我给别人算卦一样，玩嘛。信则有，不信则无。嗯，哎，你给我看看，给我算一卦。啊，看看，哎，看看什么意思啊？对对对，看看说的准确不准确啊？对。你屁股上有块疤，是小时候你爸爸打的。哎呀，对不对啊？就是。哎，我说对不对啊？要不咱们找这位，哎，这位大姐，领你到厕所验一验。如果没有，咱们我马上从高跳下去，我肯定跳。是吧？就是。对不对？嗯。哎。我是认真的。嗯，你刚才说不敢认真，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呀。我觉得你好像看出点什么。那当然了。真的？什么呀？把手伸出来。
握紧了。哎，命就在你自己手里了。张强在这住吗？该撤了，终于，别玩了，终于，该撤了。心不在焉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偏头疼。偏头疼，那去看看病吧。啊，听你诗写的不错，还上过报。还是要把精力集中在工作上。啊，馆长，你是说我的工作？陈青啊，你也听说了吧？全市都在搞经典机构。咱们单位也不能例外，不过今年咱们馆有一个援藏的名额，你看，一个呢是去教书，一个是到自然保护区。这儿虽然荒凉一点，空气蛮新鲜的啊。周瑜，哎，你好，你在哪儿呢？我好想你。周瑜啊，我是男的，总不可以让一个女人这样两头跑啊。没关系，我跑惯了，真的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特别没本事？我们应该好好的谈一下，我想做一个决定。这什么意思啊？陶醉的青瓷在我的手中柔软的如同你的皮肤。周瑜住着吗？周瑜，
你怎么找来了？你能找着我，我就不能找着你了。到底是画画的啊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说好我回去吗？你不说有话跟我说吗？什么？我啊，我有话要告诉你。这些都是瓷器，有我画的，有我家里传下来的，还有我都带来了。瓷器可以拿去卖，可以送礼。干什么呢？我想让你把诗集出了。我不是。你是我最好的，我知道。我还有一个计划，会给你一个惊喜。你还有什么计划？去看一看。哎，去看看吧，陈清诗歌朗诵会。陈清的诗集是为一个女人写的，我倒觉得更像是一个女人在说自己，只是那女人的声音被淹没在陈清缠绵而伤感的诗句里。
陈青，咱们开始吧。不行，赵云，你别再逼我。陈青，住！不要！你是谁啊？我在税务局工作，今年33岁了，还没结婚。我的工资不是很高，但是很稳定，奖金差不多每月都有点。我家里还有一老母亲，脾气挺好。我父亲已经过世了，追悼会开得很隆重。我们单位是不结婚不给房子。哎，张强让你来的吧？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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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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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放下，好嘞，快来了，小宝贝儿啊，别着急，好了，有本事啊，居然找来了。喝水。哎呀，我这辈子还是头一回见着你，真有点意思。什么意思啊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上次话还没说完呢，我想听，接着说吧。那个就是玩儿的，千万不能当真，万事不能当真的。浪漫的诗情画意，谁都喜欢。
你要说过日子，那是另一码事儿了。就是因为这个，你让我认识另外那个男人。说句老实话，你跟你那个什么什么诗人不大合适，再给你找一个不就完了吗？要是那样，我宁肯不要。哎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啊？美的你。开这玩笑嘛。其实再说句实话，你这样的女人我要不起啊。为什么？不知道，说不清楚。真说不清楚？哦，真说不清楚。那我跟你说清楚，你这种男人呢，自私，不爱承担责任，重阳那么老远，你总去有什么意思啊？其实我对那儿也不熟，就认识一条路，去陈静家。去他那儿要过一条江，坐缆车，走好多台阶。你没去过那儿吧？没有。赶火车。我知道，上车我送了。不用了，谢谢。上车吧，我顺路。周瑜吧，张强让我给您一条。我都在这儿等您半天了。去哪儿啊？到那儿您就知道了。他呀为这事都忙活好几天了，说要给你一个惊喜，我还真不能说。你好。看不出来你也挺浪漫的嘛，何必这么做？你在意这个？
送我回去。我这视线通过点，可水是完全充满的。这花，快说，你这什么意思？就一句话，我要走了。图书馆那边有一个原创名额，我报了名，有可能会在外面待一阵。别这样，我又不是立刻走，又不是不回来，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。其实我觉得周瑜这个像是有什么心事似的。我觉得还可以啊，长得也挺漂亮。哎，阿香姐，那个平时你们俩关系挺不错的，说说他俩的事儿。我看够呛，每次都不会有结果。哎，阿香姐，吃醋了？吃醋？你才吃醋呢！阿香姐，跟我们说说他俩的事儿呗。就是，那人怎么样？没见过，不知道。不可能吧？你俩那么好。就是啊，你怎么？我真的没见过。哎，我
高低，是贴着胆儿一下，是胆儿一下，这胆什么呀？就是胆儿，我讲是胆儿一下。阿香，哎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走吧。这一对儿是上哪儿呢？我领阿香去见见诗人。哎，我不去啊。去吧。什么诗人？这哪儿的诗人呀？陈青离开以后，周瑜继续每周两次去重阳，就像女人喜欢人家送花一样，他们需要的已经不是花了。就这样两边跑着多舒服啊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张强，我可是认真的。我也是认真的。你一周送我两次去重阳，心里就好受？说的好好的，打什么岔啊？你真混呢，假混啊？那你能不能别自己骗自己呢？根本就没有陈青那样的人。你说没有就没有了，那好，哪天我陪你一块儿去，我会会这个陈情。你现在就跟我去，咱们俩上车好不好？走啊。终于，你真的不想停下来吗？Thank you.
什么就干了？张强，菜够不够啊？够了，谢谢，真的够了。够了，别挑理啊。够了，谢谢。小心别让又崩着啊。哎，那是你看的吗？挺好。哎，张强，你小子够黑的啊，拿我当冤的头，你就不想想，要是那天我。要是那天我真上了呢？我们现在也没什么呀。你害害什么？对我们还保密？保什么密呀？别乱说，我们。哎，刚才别介意啊，我那些朋友说话很粗。你老刘挺米。是啊，从小一块玩大的。哎，嗯，那边怎么样了？哪边啊？那边挺好的。对不起，要一张去重阳的票。哎，
陈情在一个诗歌朗诵会上，很多人围着他听他朗诵自己的诗歌，为了让你听见我的话，仙湖陶醉的青瓷在我手中柔软的如同你的皮肤，它溢出了我的仙湖，有你完全充满，有你完全充满。你为什么要说这些？你还不如什么都不说。我以为这是你想要的。
这是我想要的。请问，这里最远的车能到哪儿啊？最远到天水，不过一周只有两班，今天没有了。哦，你要是着急啊，可以去坐汽车。哎，谢谢。我现在明白了，其实爱人就是你的一面镜子，它会让你更加清楚地看清自己。不是把我当成周瑜了吧？我见到周瑜了。你这是在做梦吧？周瑜已经死了，你没机会见他。陈青，你看着我，你不是每天都活在梦里吗？
周瑜还有一个男人？不可能，周瑜只爱我一个，你根本不了解周瑜。我们能分开吗？你想哪去了？留下吧，啊！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赶火车。周瑜，我真羡慕陈青啊。别这么说，张强，你不是说过吗？心里有就有，心里没有才是真的没有了。它像一团流动的水汽，没有形状，难以言喻。不经意的舞蹈，逐渐地淹没了我，淹没了夜晚，也淹没了他自己。我真羡慕周瑜。那辆汽车的终点是天水，假如没有意外的车祸，周瑜还会回来吗？周瑜说，跑来跑去总会发生点什么，其实在梦里什么都已经发生了，就怕你真的以为那仅仅是梦。
为了让你听见我的话，有时候变得纤细。微风吹起鳝鱼的冰恋，鲜活陶醉的青瓷在我手中柔软的如同你的皮肤，它溢出了我的鲜活，由你完全充满，完全充满。